嗨嗨，各位看官，咱们再来看看卡达为世足赛新建的其他场馆。Welcome to Al Jalloub Stadium， 翻译成中文就是欢迎来到南部体育场。场馆顶棚采用可伸缩设计，外形类似阿拉伯帆船，是在呼应所在城市沃克拉的海洋传统产业。能容纳40,000人进入场馆，也是卡达成功申办世足赛之后第一座完工启用的新球场。原型建筑设计的图妈妈体育场是一座可以举办不同类型赛事的多用途运动场馆，建筑灵感来自于阿拉伯男子佩戴的编织帽，外墙覆盖大约25,000平方公尺的菱形穿孔面板，能容纳40,000人进入场馆，而且场馆内的空调系统能让赛事维持在舒适的恒温环境内，为运动员和观众带来更好的竞技体验。好了，就介绍到这里，下一次要谈什么，咱们拭目以待。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